吃饭是石枕，哎，陶枕，但是女幼陶枕上面，在柳荫树下，啊，在这个山坡野地，有一些年轻的小孩幼童或者女孩，有男孩也有女孩，啊，这个爬到地上，或者坐到地上读书写字，那么就像我们那个宋朝文化发展的因素里面讲的，就是老弱妇孺皆读圣贤语啊，都读书，所以文化品位。所以池州窑这个地方啊，我查了一下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志，查了查他们那个人才过去出现了，大概在宋朝的时候，他考的状元是最多的。而且后来在金代也是，做了他出了好多宰相，出了好多这个统治集团上层的一些谋士，所以呢，他有很高的文化底蕴。所以池州窑这个地方，其实绝对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人做的出朽之作，而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啊，有文化底蕴。为了研究这个。这个池州窑艺术啊，读了很多书，我也到那个地方去了解去那个。后来因为那个我们一个老研究员啊，拔师授神，那个我们写了一个纪念论文集，我就写到了宋代池窑的分布和它的艺术风格，其中主要的谈池州窑的艺术风格，谈池州窑中民间艺术为什么影响很大。啊，池州窑并不是一个没有文化啊的一个产物，而是有很高的文化产物。这个池州窑的地方啊，我也经常去听了当地讲啊，说池州窑的地方啊，文化比较高。从那个赵国以来，就是除这个除文人啊，除这个这个教育家，还有呢，除美人。说河北地区啊，这个河北地区就是这个池州窑这个地区的。这个年轻妇女长得最漂亮，啊，见得最漂亮。这次到池州窑开怪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那个地方的人确实都不错，一个很有风度，一点都不俗气。啊，就是这个不论是你是多么高贵的外宾来，他也大大方方；无论你是一个这个不起眼的年轻人来，他也是大大方方，也不歧视你，所以做事很得体。尽管穿着上啊，现在穿着也不亚于这个大城市了，也不亚于大城市。以前呢，我们老早人以前去调查的时候，那当然经济条件关系，穿着比较土。但是呢，哎，一概不敢，你看土，一概不敢说土。这就是那个池州窑的那个地方。那么他画的人物啊特别多，有小孩戏耍呀，童子钓鱼啦，儿童扛鹤啊，赶鸭啦，驱鸟啊，打秋千啦，踢球啦，抽骆驼啊。放鹌鹑呐，啊，木鹅杂耍人物，还有小口月下最寒性的神仙故事，它和文人字画不一样。那么文人的字画讲究什么？讲究大场面，啊，大场面，讲究线条的细腻，构图的严谨，运笔的缓慢。人物呢是中心，啊，人物是，但是呢笔力不多，神话故事、佛道故事图群，多高啊，清高，不食人间烟火。但池州窑的工匠笔下的一个人物啊，他就跟他不一样了。他呀，在那个小的那个器物的表面画画呀，他是人物啊离不开山村乡景，取景不大，都是些劳作的农民或者城中的幼童，历史故事、神仙故事都是啊和民间生活联系非常紧密的，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。他没有高雅的气质。啊，但是呢，他绝不俗气，啊，绝不是象牙之爬关起的那些啊，不食人间烟，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些这个孤芳自赏的一些文人。来往下，啊，这是你看他画的那个山村野景当中的花舞，而且画得很简单，周围呢以及闲花野草相衬，那么景物呢显得格外的开阔，而且呢。也跟文人一样的诗画题画诗也出现在上面，题画诗也出现在上面。那么动物画呢，它重新表现动物的人性化，和人亲近啊，和人亲近，它真是体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人把剩余的感情给动物，
动物呢把全部的感情呢回报人，所以人跟动物之间的感情非常和谐，非常和谐啊，非常亲近，所以它有一种亲近感。他画的动物，那个这是一个老虎吧，他画的老虎，所以他笔下的这些凶猛的那个动物都人性化的。你看，比如说有一个枕头，我这里没坐上去，他一个枕头上面画了一个熊，他的大狗熊，他有那个大狗熊，你知道中国人知道的大狗熊，那大狗熊它是进攻性的，它对人它有进攻性，特别是说把你压到底下，熊下次舔脸，哎呀，你这个脸都一塌糊涂。它这个，但是瓷砖上面的熊啊，哎，很可爱，它就是憨态可爱，而且不伤人，人呢很愿意跟它接近。那么它在做着它的滑稽动作，所以呢，这个人跟动物之间的感情是一种和谐的。所以呢，像我们现在提倡保护动物啊，但是我们在瓷砖的那个瓷器上面早就体现了这种精神。哎，这是这个并不是像咱们西方世界传给我们的，我们老祖宗早就有了啊，早就有了。只不过呢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破坏啊，这个人性啊比摧残了，所以呢，人都变得很残酷了，甚至比动物更残酷。所以见着动物就打，到动物园看东西，你说扔东西，哎，实际上人有的那个人的秉性还不如动物。还不如动物啊，他给动物的那个流带啊，很残酷，对着取了熊动物的胆。还有北京动物园呢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北京动物园有一个大学生，对那个熊身上撒了泼那个强水，泼那个盐酸去烧它。我这种人，他的性格比不上动物，他是比不上动物，所以他应该让那个熊啊，把它压到地下，拿舔它一下，让它尝尝那个味道。但是呢，动物还没报复它。很多报复，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怎么样。好，我们再往下讲，当然动物化啊，动物化。那么他们呢，动物化充分表现了人性。第七点呢，就是器物啊，它这个瓷砖的东西啊，它是把那个器物，就瓷器的这个各种器物，跟那个山水绘画，跟那个诗文。啊，跟那个其他的绘画，混然一体，写字着画，在封建社会啊，被认为是象牙之堂，是高雅的，是封闭的。但瓷砖的工匠呢，突破了这个局限，啊，让在瓷器上面着画，放开手绢，大肆的画花，大肆的着诗。当然，他们的诗啊，与那个文人的诗啊，与那个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诗相比呢？有这个金粗之分，文野之分，啊，金粗之分，文野之分。但是呢，他们生活开阔，他们有广阔的生活做基础，常年生活在社会的下层，没有干扰，没有无病呻吟的心理状态，啊，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，眼界开阔，思路敏捷，题材广泛，所以他们表现的是浓郁的民族艺术的精神，啊，他们你看有的是赤这类的。贪官污吏的贪心汉，但是他们自己呢，也是有极平常的心态，极平常的心态来歌颂这个大自然，来歌颂的社会，而且教大家对现实生活啊，要以非常平常的心态来看。这对我们呢，陶冶情操，瓷砖是有非常有用的东西。就是他有一个瓷本上，他这个在左栏右栏随记的贪心汉，就是说你们呢，这个你看这文件啊，他说这个左南右南，王法公民干，严波地利不如闲，到头来无忧患，急欲堆积无边无岸，恨来时后悔晚，谁救得贪心汉啊？谁救得贪心汉？就你贪心了，他一方面吃得了心，贪得无厌的这个之徒，另一方面呢，他们呢以非常平常的心呢、啊。来看待世界。那么瓷砖啊，那个瓶子上啊，就有这么一首诗，我大概以前都跟他念过，就背过，不知道是这个班那个班的。现在不妨再重复一下，通过这么几句啊。他说：“你看，神机出窍，昏鸦征兆，哪一个不在红尘里闹？山迢迢，水迢迢，今日少年明日老，江山依旧好，人不见了。你争什么争？你不要争。”啊，江山依旧好，人不见了，所以呢，不要争，啊，不要为名利纠葛而影响。现在很多人呢、啊，
就为一点点小事引来杀身之祸，引来社会不安。所以我们学了慈悲以后，我们心里就要平静得多。你看我们以前，我以前我老是愤愤不平，那愤愤不平，我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其实啊，冷静想想没什么。那个评研究员的时候，我让了一回，让了一回，然后呢，戴了几次帽子戴下来，那个名誉是我的，让领导帮我卡住，一卡卡我十年，戴了十年。其实后来我也当上了，没事儿，当的还是比较早的，比我的同学，我们班的同学我还是早拿上的。另外你就说现在房子小点，现在房子小点，你看现在的研究员就是130-140平方米，我才101平方米，我少了好多啊。现在他也不补，但是你要想想，那个时候我是最早拿上的，我们馆长都没拿呀，馆长都没拿，把那个高职高干的给我了，那也可以了吧？现在少点少点嘛，因为孩子都分开走了，两个人这么大干什么？两个人在外面打滚啊？无所谓，哎，无所谓，哎，这个，另外钱拿着挣得完呐，拿着挣得完呐，一个讲课费对吧？有的给多少那个？你要想，你讲课还有个社会公益呀，还有个社会公益在里头啊。所以呢，不要去斤斤计较那些，斤斤计较的人呐、啊，心胸不开阔，必然老得早。心胸开阔一点呢，还不那天我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，但是呢。我还可以，你看我们讲课讲一天没事，就是心里比较开阔，我不打自己的事情，管他的啊，管他的。这个孩子，我总跟我儿子说，我说你相信，孩子的选择总是最好的，啊，他的读书，他的就业，他的这个谈恋爱、谈婚论嫁，我说孩子的选择总是最好的，因为在孩子面前讲啊，就是啊，你要相信一点，妈妈的爱总是无限的。啊，你们就是你们口里经常念一句话就行了，妈妈总是正确的。那行了，家里没什么事，家里没什么事。有时候我们二人气急了，哎呀，还动手了，那动手吧，家里暴力，你家里暴力怎么了？我开门走了，开门走了，我在那个后海去走一走，回来再照样写我的文章，我就别打，你别那个，哎。写了么两页半就拿给你拿350块钱回来怎么了你？怎么了你？所以还不错嘛就，这个讲课费也不低，稿费也不低啊，怎么了？看东西也挣钱，写稿也挣钱，讲课也挣钱，你还怎么了你？这个不错，我告诉你，当然我是警告你，表现好一点，不要在下辈子再去。这感觉不好，下面是不娶你，这个家庭矛盾一下就解决了。这个就是、啊，这个看那个修研究的实际陶冶情操啊，性格开阔啊，没有什么矛盾，没有什么矛盾。始终呀，给我们体会啊，真实比较多啊，真实比较多，所以这个非常的啊，非常的优美。对，那么这个啊，这个第七点呢，就慈悲的艺术给我们一个通晓明白的道理。工匠啊，易经啊，这个陶瓷工艺易经与中国传统的这个书法艺术、绘画艺术相结合，中华民族文化的气氛啊就特别的突出。磁州窑啊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艺术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艺术？磁州窑啊，发源于黄土高原，这里曾经是中华民族，特别是汉民族文化的发源地。一向都是中国的经济文化的中心。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啊，连年不断的战争，分居国际的战争啊，少数民族入侵的战争，天灾人祸，给社会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在宋朝，特别是宋朝，饱受辽、西夏和金战争的痛苦，经济凋敝，文化教育得不到发展。辉煌灿烂的汉唐文化让人留恋，让人振奋，影响深远。衰落以后，这个地方衰落以后，使人倍感凄凉。磁州窑在这样的客观环境里面孕育起来，它比其他瓷窑啊都博大精深。瓷器的粗壮造型、黑色绘画和书法文字书写的酣畅流利，情绪高亢，从内心发出了一些深切的悲壮。尽管深层环境的恶劣，但是中国人的传统本色，无数老百姓宁愿生于斯死于斯，而不肯做异族统治下的奴隶，也不肯随南下移动的潮流而择地而居。工匠们
在这块黄土地上创作，潜心钻研，默默地永不停息地生产。在艺术上，除了高亢和悲伤之外，还有一种历史的负重感，不用犹豫地承担，它是我们民族性格的再现和缩影。在艺术上表现出来的气质，正是我们优秀的炎黄子孙不屈的精神。我们相信在黄土地带将来会发挥出更加灿烂的光辉，这是慈州窑体现的精神所在，所以也是我对慈州窑的认识。那么现在啊，要讲大家最愿意听的慈州窑来变味，怎么变味啊？慈州窑变味，慈州窑变味啊，七个方面啊，从七个方面来变味。啊，慈州窑方面七个方面变，我们再往下看啊，变味。那么第一个啊，第一个注意啊，在工艺技巧上的整啊，这个甲骨董啊，它与整品完全不同。它整品呢，一个是啊，这个甲骨董啊，一个达不到整品的水平。多数啊，小作坊生产的东西啊，粗糙生硬；一部分作坊呢，生产的东西啊，又过于现代化，超过现代的水平。就像我们现在在那个彭城镇，彭城镇看到有很多的作坊在那里生产，有的一看呢就现代的东西，啊，就现代化，它过于现代化了。所以啊，它整总之啊，工艺技巧上啊，有时代的差异。是我们第一眼啊就看不到宋代、金代、元代真正的慈州窑的风格啊，慈州窑的风格，慈州窑的作品，所以造型上往往不准确。啊，线形的长短、弧线的肥瘦，还有你附件的柄啊、铃啊、耳啊这些安排总是不和谐，总是不和谐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到那个彭城啊那些地方去看看，看看这慈州窑的东西，一眼就看出不协调。一眼看很生疏，不是瓷砖的东西，啊，它的釉太明亮，它的这个线条呢，有的拖得非常的长，啊，有的又过于肥了，啊，它的总之啊不协调，啊，艺术上不是一个非常协调的这个艺术的艺术的整体。那么没有古人创作的激情，所以他创作的东西啊，往往神似啊。往往呢就是貌似而神非，因为他们刻花那个批花的花纹那个线条总是深深淡淡的啊，这深深淡淡不啊不流畅，而且那个底色啊灰蒙蒙的，灰蒙蒙的釉呢亮的像油漆一样，所以整个艺术的整体上不协调，因为整体上不协调。我们家那个瓷砖啊送的很多，在我们家的书架上啊摆了很多啊，他来了朋友啊就看看了、啊，看看就拿走，看看就拿走。哎，来了不久，他又补上了，来了他又补上了。啊，这倒是一个好处。在写文章的时候啊，不发甲骨董，不发甲骨董。但是甲骨董呢，摆在那地方也还可以，看着挺舒服的，就是说挺好，有点那个意思。但是跟真正的瓷砖相比，十万八千里。啊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一个当时磁州地区一个碗，刻的非常的简便，就那么几刀。这个呢是金到元时期的啊，金代后期到元时代的东西，啊，像这种瓷砖的出现，这种啊超过30厘米，超过30厘米瓷砖的出现呢，绝对是元朝的，而长篇的这个石纹写在上面，一定是元朝的东西啊，像这样的断裂的时代，你们看到这样上啊，这个也是差不多是元朝的。这个雕这个刻花画画都不严谨的啊，松散的啊，松散的这个这种这个这么一抹就过去了，这是原厂的东西。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画中土，这画中土啊就一直不往下流，往下流，这画白色的画中土就不往下流了，这样就去了啊，它做工不精细，不能不精细啊，就是往下啊，就是这个方子定，瓷砖的方子定，虽然方子定粗啊，非常的粗，那么跟子定不能相比，但是还有一定的精神，这个还是梅松后期的东西，很后期画下啊。这是画的一个龙啊，画的一个龙，这是比较随意的，比较随意，画的非常的豪放啊，这样。这是瓷砖的滑狗瓶啊，滑狗瓶，这是这个窑比较特有的。它用黑瓷做出来，用白瓷做出来，用白釉粉画做出来，
也用克隆人有那种批发做出来，所以呢这个是慈料地区的一种这个还有最神秘的贡品啊，贡品就家里做摆饰用的啊，这是一个，这个是金的，别说墨迹的金的，它那个平天挂很耀眼，它做那个没有没有花纹，但是很耀眼，很耀眼，这是戏剧故事啊，这个戏剧故事的对话。那么第三一点呢，是化妆图的区别，瓷砖窑啊，图片的上化妆图啊，家品本来开局就在，用不着上化妆图啊，用不着上化妆图，但是呢，为了让人感到真。大量的用化妆图啊，大量的用化妆图太白太整齐啊，除了一个修刮，修刮的仪式不够，这一点呢是加固的话是这个制作流程，现在彭真正他们呢做仿瓷之类的东西，他们就做了这些在两人半上修刮啊，做的真实仪式不够，但是整体呢一点随意性，正是这种随意性显示出农村手工业作坊的质朴啊，而是为了实用性的目的，所以呢艺术啊它放在第二位，也是我们鉴定的一个依据。另外就是这个化妆图啊，我们以前都会去电视节目，电视节目呢就是有一个航海的一个海员，从那个香港，他路过香港休假的时候买了一套元代的那个人物俑，在吹奏打岔啊，这个表演，还有在唱那个杂技兄，杂技兄当然告诉他说这个是这个瓷砖窑的，因为瓷砖窑表现这些都最好的，所以要价呢是三十万块钱啊，他是一组瓷器作为用，结果拿到北京呢要做节目，让我做节目说讲瓷砖窑，是这样，我也没刚开始给我一些照片给我看，刚才给我一照片给我看，我呢就照着瓷这个写文章了，后来我总有点怀疑，说这个用啊，怎么这么整齐啊？而且啊，没有那个化妆图的留下的那个现象，没有化妆图的现象，我就把东西给我拿了，东西我说不做，不上节目，后来把东西啊拿到家了，等一看到。不是，它不是瓷砖窑的，它不是，它是景德镇的清北瓷的，景德镇的清北瓷呢也跟瓷砖窑在元朝啊做的比较粗糙的，它是这个不是福田窑的，它是这个新疆啊这个周围的几个窑，就土窑做的，做的呢那个釉呢清北釉啊不太清楚，清北釉不太清楚，有点呢青黄的，好像瓷砖窑当中那个没烧得太好的作品一样。结果啊，我一看，我说你这个不是，这个节目可以做，但是你去改过来不是瓷砖窑的。那么，其实跟其他窑相比，主要的一个分辨点，我加固东西、真固东西分辨点，就是它的化妆图带有一定随意性，现在的化妆，要么现在其他的窑啊，不上化妆图。或者现在做的上了化妆图修得比较整齐，化妆图比较细啊，元朝的呢或者宋朝的化妆图比较粗啊，这是在化妆图上面的一个区别啊，一个区别。第四一点呢，这个制造工程不一样，这个加工桶啊一般都用电饼电圈，它用料比较细啊，留不下电饼电圈啊那里的痕迹啊，加工的话，它的这个工具啊，是电烧的工具不一样啊，电烧工具。啊，电烧工具，这个电饼。那么电饼呢，它那个加工桶啊，它那个电饼呢，它是用料比较细，因为它现在不学于去配什么处理原料，它配料比较细。那么这个留不下来这个痕迹，电笔的痕迹。但是呢，真正的瓷砖窑呢，它那个电笔呢是比较粗的，真正电笔比较粗，而且呢，在这个电笔呢，跟那个一般都是它一个圆形的电笔，上个凸起几个钉似的，但是不是那个直更细，而且这个东西啊，它呀垫一点沙子，
沙子上面呢要撒一点灰，然后再把器物放上去。把器物放上去以后呢，那么瓷器烧成了以后呢，就留下了这个电笔的痕迹，非常非常清楚啊，非常清楚。那么它这个电笔痕迹啊，是我们鉴定的遗迹。现在甲骨董呢，它不用电笔痕迹，它没有电笔痕迹，所以它这个料比较细，它也不加沙，它也不掺加灰，这是一个没有的。另外，它的啊也有一些家品啊，是这个近代做的，它有这个电笔的痕迹，啊有这个电笔的痕迹，啊往往的电笔痕迹啊做的非常的显眼。但是他在电饼放电饼的地方抹一点白色的化妆土啊，他在有电饼出现电饼的地方，比如说啊这个地方没有，他一般是没有电饼，但是他电饼呢，他现在他做一个电饼，做出的电饼出来，做电饼呢这个罐子他有电饼，电饼呢他就怕你看不见的电饼啊，他在这个部位啊拿笔画上一个一个的白色的化妆品，让你看到的电笔是白色的，而且很显眼。他故意让你看，你看，对，有电笔，电笔很搞得清楚。所以啊，如果没有这方面经验的，看到这种洁白的化妆图啊，这个电笔啊，以为是真的，哎，这个电笔很清楚，实际上不是。他这个电笔呢，真的电笔很自然，它只是一个烧的一个留下的一个电笔，一个东西附在那个地方留下的一个痕迹，而且上面有点沙粒。沾了一点沙子，所以呢，这个有电没有电笔痕迹或有电笔痕迹都可能是假的，但是因为他们跟电笔啊，瓷的真正的电笔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啊，电笔的本质是不一样的。第五一点呢，就是绘画技巧的差别，不协调，假东西不成功，不协调。假笔呢，有的画它是根据一些优秀的作品或者是绝品来画的，画得非常的熟练。碧竹龙生啊，画得非常的熟练，画得非常的优秀，但是失去了时代的特点啊，失去了时代的特点。那么这个真古董啊，它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，它是工匠的创作商品生产啊，那么它是靠熟练的本事，它一点不生硬，它一点不生硬啊，一点不生硬啊，而且呢它也放得开手脚，放得开手脚。这个甲骨董啊，它非常熟练，颜色也非常漂亮，但是它毕竟是啊照猫画虎，放不开手脚啊，放不开手脚。我们看到一些做的那个做的非常好的啊，做的非常好的那个大的那个盘子，无论是刻花的还是无论是画花的，我们家一大路，他们到北京来就带一个，来北来就带一个，带个就一大路。因为啊那个东西装菜也太重，装那个水果招待客人，我们家没客人，我们家客人也不来。另外你用不上我们去招待的客人，所以啊，只有放着堆到一个堆到厨房，堆到厨房那个橱柜的最低层。哎，但是有时候拿出来看，有时候来看看他们那个，但是又很亮，它也比较细，但是看到花纹呢，无论是刻花还是画花，走笔都慢，而且啊。它有的根本就不是刻的，不是画的，它是、啊、拿一个刮子，它做成那个刮子，那个刮子呢按照它的弧线来那做，它那个把那个台体做好了，把桶腿上好了，右来也做好了，然后它按照它的需要，现在这么勾一个人口，拿那个刮子哇一下刮下来，一下就刮下来。如果它要把那个右刮到刚刚出现化妆土的地方，它就刮到化妆土的位置了。如果它要刮到那个胎体露出的胎体啊，那个粗糙的胎啊，像毛茸茸的地毯一样来衬托那个花纹啊，增加色调对比的感觉，它就使劲刮到底下去，刮底下，刮出来看那个根本就不是刀刻的，那是机械做的。哎，这，因为我有这个好朋友，他们这个过去做这个，以前也推荐他们这个，但是啊，我就看他们做，哎呀，这么做的，尤其是前面做的壁纹，他就是壁纸纹，那壁纸工匠是啊，壁纸，哎，你刻的，刻了以后，那个手啊还弯一下，还有弯一下，就跟一个小啾啾一样，他现在根本没有，他就像个耙子一样，耙子的，一耙下来就完了，一耙下来完，所以头重脚轻，还是发现机械死板啊，机械死板，不灵活。没有古代瓷器的早期蓬勃的啊那个灵活感和生动感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最后啊，就是这个第五点啊，
然后第六一点啊，应该是第七点啊，第六点，工业习惯的区别，工业习惯啊，再往下啊，这是一个媒体，这是这样的那个，大家知道那个石料枕啊，石料的枕头啊，上面往往啊打上一个镯子，在往往上面打上一个镯子，是吧？镯子呢，这个上面写的字啊，是张家照。啊，张家照、沈家照，啊，六家照等等啊，它是小偷工业组啊，他把他的竹房打上去。一般呢，他是刻一个小镯子，小镯子呢，啊，打到这个器物的底部啊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这个啊，这个双斧纹瓶，故宫博物院遗迹国宝。那么双斧纹瓶呢，就是你看它这个两只老虎啊，在草莽上了搏斗。搏斗的呀，都离弃来了，离弃了，这边有，那边有离弃了，但是呢，就稀稀的几个几个草，但是它的珍珠底看起来啊，因为它这个莲子瓶嘛，曲线很大，它不会有很生动的气势，但是画上的这个珍珠底画有纯度的话，使人的视觉的感觉啊，就无限的延长。它虽然是只有稀稀拉拉几片草，就好像这个草莽啊，茫茫的草原啊，无边无际一样。所以增加了这个两虎搏斗的这个气势，两虎搏斗的气势。还有一点呢，是一个知识分子，这是党羽要啊，当然不说了。那么这个工艺习惯的差别啊，张家照、沈家照、刘家照，它是啊，刻出一个方的镯子啊，一个方方的一个镯子，有的呢上面加一个活页，有的加上一个活页，底下加一个底座。是吧？这就是这个啊，沈家照、刘家照、王家照，一般的打在哪儿呢？打在这个器物的底部，在这个器物的底部，打在器物的底部。但是啊，现在有些甲骨文，这些甲骨文啊，它不用这个，就是最著名的一个，就是美国这个堪萨斯博物馆，南郡博物馆，有一件花口瓶。那是一直比很多很多的书和这个很多很多的著作啊都印出来的。印的一个花口瓶，花口瓶呢，它呀各方面做的都很像，有龙纹瓶，有龙纹做的非常的好。但是呢，它就有一个毛病，它的这个张家照的那个铭记啊，它不是啊打到底部的。而且它也不是镯子打上去的，那么它是啊，在那个瓶子的底足的边缘上，在这个瓶这个啊这个瓶子啊，这个沙口瓶啊，这个边状的啊，这个这是一个底足啊，这个底足，在那个底足的这个活页的边上，经草率的刻出了呢啊，好像是刘家照。开得很草率，顺便一口，但这个工艺习惯上的差异了，这个就是一个破绽。这个破绽露出来以后呢，就发现了瓶的造型也不对，啊，其他也不对，胎也不对，它是一个细的胎，它的胎比较细，它不是那个大清楚的胎，大清楚的胎实际上是不白的，啊，是不白的。所以呢，那就是在工艺习惯上的差别，啊，工艺习惯上的差别是我们鉴定的一个依据，所以我们呢。啊，要建立这些东西啊，我们还要注意到它这个工艺习惯啊，工艺制作的习惯。因此啊，我们呢，在鉴定上呢，主要的啊，就是有一点呢，就是这个注意到这个工艺习惯，把制作工艺引进陶瓷鉴定上来，然后呢，再看它的艺术外观，再看它的胎，再看它的釉，这样结合起来，包括铭文的书写来鉴定呢。增加了我们对这个真假文物鉴定的把握性，增加了自己所有认识的把握性。我看看还再说一点啊，还有一点就是应该是第八点啊，第七点应该第七点了啊，就是真品干净明快，真品干净明快，因为我们啊这个展示的器物。还有我们在拿了这个标本
那么就是干干净净的啊，你看这个台体也是干干净净的。那么不论是这边，那我们采集起来的是啊，也是啊，沾满了这个泥土，沾满了泥土。你看这个，这是这个露台的部分，都是干干净净的啊，洗的艺术品啊，都是干干净净、干净明亮啊。虽然是粗，但是它毕竟是本来的面目。现在甲骨铜啊，现在瓷砖甲骨铜啊，特别有一种无里无涂的。啊，它的这个釉面有无涂，尤其是这个，尤其是这个台面，它更是污染。还有呢，在这个露台的部分，露台的部分它染得黑黑的，啊，污染的，就是用那个，它把它进行雾化处理。这雾化处理啊，就使人感觉的呀，它是时间长了，啊，时间长了，这个就带容易，应该是假，应该是真东西，应该是常年时间长的一种表现，岁月长久的表现。时间嘛，不能忽视。你看我们那个在窑址调查也好，墓葬的出土也好，包括博物馆收藏的表都是干干净净的。凡是油污的甲骨铜油污的啊，你看有的那个古董库里拿出来的东西，你看了，他给你啊灰尘满面，然后你拿手摸在那看，油污的很脏的，那个就是经常在脸上去蹭的，或者拿那个啊这个展布啊在上面抹，抹了以后啊。它放一段时间，它干了，有油污的，所以真品呢是这个明净啊、干净利索的。那么甲骨铜呢，灰蒙蒙的，有污秽啊，很脏很污的，而且你洗也不容易洗干净。即便呢从墓葬里出来也好，从文化遗址出来有点脏，但是一洗也干净，利的。现在我们有的啊，拿了八四消毒液啊，拿了个什么都粘得非常的结实，那个就有问题。那个就有问题，所以呢，这个瓷砖的鉴定呢，我们主要是从这个七个方面来认识它。我们对瓷砖介绍的比较多，介绍的比较多，希望大家今后啊有机会到这个到邯郸去，到彭城呢，到观台去旅行啊，看看这个实物。那地方呢，很多瓷厂啊很好客。第二个。啊，注意仔细啊，看看这个胎。另外，这个同志们说啊，这个鉴定啊，像那个建窑啊，不好鉴定啊。我们呢，仔细看看实物，你看看实物以后啊，这是一个原材，这是一个原材。你看龙泉釉的这个光啊，非常明亮啊。这个胎呢，就比较粗。这个北宋的胎跟原的胎差不多啊，这个。他这个青瓷有没有不开线？龙泉青瓷，大多数都开线，南宋啊也很少不开线，那极少，一般都开线。那这个啊，看这个时候就开线。啊，这个是很轻的啊，这个是大家，这个还有一个啊，大家没去签一个，这个是便宜的啊，这个产业还是七寸的产业，这是元代的，这是元代的，这是元代的，这是南宋的，这个呢也是南宋的元的，也是南宋到元的，这个，南宋到元，后藤上釉，北宋的就是一层釉，北宋的就是一层釉，那么元朝呢也有一层釉的，这个呢是多次上釉，这个多次上釉，多次上釉。这个是这样，这个是比较圆的啊，那请再放一点。这个你像像这种龙泉青瓷啊，它是不太好，但是呢，由于啊它烧造的过程当中，这个釉啊很厚，而且光泽很润，那么这个古人呢、啊。就给它取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名字，叫鹅皮黄。鹅皮黄呢，我们不大了解它。最后呢，这个因为我们四川人呢爱吃鹅，杀鹅呢，把那个鹅一宰了以后，用那开水一烫，烫的把那毛一拔掉以后，那个油啊油亮油亮的，那个鹅皮
那个、油亮油亮的黄颜色，那个鹅皮黄，就是一种鹅的那个皮肤上的那个脂肪的颜色，很好看啊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呢曾经呢这个龙泉青瓷现代的瓷厂啊，烧造的瓷器啊，他们都是以青为主，他们那个统计啊考勤啊就是考那个出青率，你有出多大出青率就好，所以在他们仓库里面呢堆着成山一样的那个废品，废品就是黄颜色的龙泉啊。一会我们去了，我们在龙泉发掘的时候，我们就住在他们龙泉瓷厂啊，看的人，我们就跟他说，我们说你这个干嘛？他是报废了，他将来这个是打碎了，打碎了碾碎了以后呢，作为这个来作为这个塑料，然后哎，不是，我你的观念错了，我因为这个人呢，这个审美观念不一样，那么有的呢喜欢绿色，有的呢喜欢淡颜色，有的呢还喜欢这黄颜色。我那个古人啊，你们连古人都不如，我古人呢还给他取好名字啊，龙泉青瓷的鹅皮黄。我你这不是鹅皮黄吗？我以后啊，你们呢做了商品交易啊，或者库房里面介绍商品的时候啊，你们呢就标上的签，这是鹅皮黄啊，这是鹅皮黄，这是梅子青，这是粉青，还有一种呢稍微是灰的颜色啊，这个颜色发灰了，现在发灰了，那你们把它搞成叫做虾青不是很好吗？还有一种呢亮亮的，就像海中捞上的螃蟹里面壳一样，叫蟹壳青。我这文先生这些鸡蛋你们都不用啊，这些名字。他真的吗？还有这个吗？他说真的，我真的，你弄那个，我赶紧改。后来就那个陈列室里头，这陈列室里就摆出来，梅子青当然是第一等的，粉青是第二等的，然后鹅皮黄、虾青，哎，有人来买啊，他就根据真实那个的订货人呢、啊、来看样的话，有的呢就喜欢那个鹅皮黄，特别是美国人。特别美国人来订货啊，还特别喜欢鹅皮黄，那个鹅皮黄的餐具，那个就是把因为这个龙泉青瓷的釉，它那个黄的釉啊，也不影响使用，而且也不影响美观，而是另外一种风格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后来啊，他们那个也这是赚钱的啊，这是赚钱的，他把那个废品啊变为正品了啊，本来是打碎的，所以我呢就帮他们赚钱了，因此啊，我就参加他们呢，最受欢迎的客人。啊，这是欢迎一个这个。所以龙泉青瓷呢，在南溪啊是最早南啊叫做。那么龙泉青瓷的源头，在源头地的话呢，源头的规模还更大。在这个龙泉地区啊，就是包括了几个什么云和啦、庆元啦、晋宁啊、丽水啊，宋代的宋北宋的龙泉，北宋的龙泉窑的窑址啊。发现不多，只有少数。那么它是以原料为主。南宋呢，就发现了差不多将近一百处，是吧？多一点。但是元朝呢，就快300多处。所以龙泉青瓷现在一共发现的窑址是差不多500。元朝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，元朝龙泉青瓷大发展时期。为什么元朝能够得到巨大的发展？因为元朝啊，它出现了小手工业中。首先呢，这个作为农业的副业，单家独户的做法，就是说，家里一个丈夫，一个妻子或者一个小孩，就一块小平地，是吧？这个依山就可以做一个窑。那么他生产的东西呢，平常呢，他就会做碗，他就做碗；有的会做盘子，就做盘子；啊，有的会做盏，就做盏。那么真正的综合型的大窑厂，生产很多品种的大窑厂比较少。都是个小作坊，那么小作坊的出现呢，就生产力提高，啊，生产力提高，所以大多数元代的龙泉青瓷啊，都是比较粗放的、坚硬结实、价廉物美的那些东西。但是呢，有一百多百年啊，继承了人家的家亲，他做种装饰，你知道的，就是什么礼拜什么，他是金的色，他是釉的极为取色，那么他那个雕塑作品呢也不多。南宋啊，元朝就不一样。元朝啊，它小作坊里面一个大碗，那边一个大碗，它中间哎，另一个折枝花，或者中心啊一个色圈，因为它落起烧嘛，落起烧一个匣子，它放好几个落起烧，它这个中间这个色圈的地方，它就这个刻一朵，随便刻一朵这个折枝花或者团菊，或者剪皮牡丹啊，或者其他的山茶花。啊，那个地方龙泉地方是山茶花，他们叫杜鹃，杜鹃花。所以呢，那么他们呢就是在使用这个
装饰手段方面它不拘一格，那不拘一格。那么这个所以呢啊，资金雄厚的大力窑厂呢，它生产的大力的装饰啊，生产这个优秀的作品，原子青、粉青这些好的作品。那么小的作坊，小的作坊它质量比较就生产单一的产品，质量比较下降，供应广大的庶民百姓啊，供应广大的庶民百姓来生产。而且元朝这个时候东线生产大量的出海，大规模的运到海外，它是通过谁呀？这个福建地区啊是个深山老林的，浙江西部，它不像岳阳啊、涠洲窑啊，那么一个海边，它的离海非常远。但是呢，它这个龙泉地区啊，山很多，水很多，所以啊，它一条瓯江啊，一条瓯江，它一个瓯江，瓯江呢，所谓的瓯江者就是碗意，就装碗，装碗的江，装碗的江，装碗的江呢，那么他们呢，这个生产的这个东西啊，就有那个小的七流啊做竹筏，一个竹筏呀它可以装这个500斤，就是五担那个这个金尺，五担金尺。然后呢到龙泉呢这个像小船呢就可以装到10担20担啊，那么装进去。然后到了丽水以后呢，它就可以上中号大船，可以装的更多了。那么然后呢再有在丽水到青田以后呢，就到温州呢，它出海量就大了，它就可以上海船或者上中等的船来沿着这个海边呢，再运到这些岛民，或者运到这个其他的内陆航行，再销到国内地方。那么它也可以上航海大船，它可以运到宁波啊，它可以运到宁波，可以运到扬州，可以运到泉州啊，去运输呢，还有广州，在这些地方都发现了这个一窖一窖龙泉青瓷，发现了很多的龙泉青瓷。那么这些龙泉青瓷在那个销往海外各国的过程当中呢，得到了巨大的回报。蒙古人的统治啊，虽然是野蛮，但是蒙古人呢重视海外贸易，重视秦国也发展，因为他要筹集啊远征军的这个军饷，要得到银子，所以呢，他对海外贸易啊是大力的提倡。但是蒙古人呢，现在海外贸易啊都有这个金牌、银牌和铜牌，你如果商人跟政府交了一定的数量，达到一定数量，他发你的金牌，发一个金牌啊，就所有到那个啊。南北交通那个上面都有医馆啊，都有医馆，医馆呢还帮助你这个保护你一直啊，如果在海上呢派海船护送你出海，一直到公海上。那么银牌呢它也一定的保护，就没有那么大的规格。铜牌呢就是在国内的航线上，在国内的陆路交通线上受到了保护。所以呢蒙古人呢的瓷器啊，元朝的瓷器真是消遍了世界，这是消费的世界，消费的世界呢，到我们那个从卢路呢，就通过丝绸之路啊，到了这波斯，到了中东亚阿拉伯的大师啊，这个阿拉伯世界呢，然后呢，通过这个博斯托斯海峡，通过红海到了地中海，到土耳其啊，这个海上的这个船只呢，海上丝绸之路呢，在元朝空前繁荣，而且蒙古政府啊，他用阿拉伯人作为司珀斯海关，司珀斯就是我们现在的海关啊，司珀斯，他用那个阿拉伯人来作为管那个啊，司珀斯的这个大使，就是大使管理的司珀斯啊大使，所以啊，他招来了外籍商人啊，这个外籍的商人。在中国来出卖，所以龙泉青瓷呢发展呢是比较啊是比较这个比较清楚，比较这个水平呢这个是比较高档啊，水平比较高档的事情。那么龙泉青瓷啊，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些，有那个白素呢，有胎体比较厚，釉啊比较薄，玻璃质比较强。那么这个，但是白素讲的装饰，
里外的刻花啊，可能很好，但是呢，釉色比较差，釉色比较差，胎体也比较粗，比较粗。南宋呢，就是灰白胎啊，或者浅灰胎，那么薄胎厚釉。